这也算是一个山性的地方。我就不瞒你们说，所以呢，我也有点不想回乐山了，所以我回大凉山都有可能不回乐山了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我今天晚上开开心心的给你们跳支舞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人气上到3000了，我就给你们跳一支舞，可以吗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能不能把宝贝女儿的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家人们，能不能把宝贝女儿的双倍点赞点出来？谢谢我干妈们，谢谢，好的是吧？谢谢谢谢，好的好的。难道你们还希望我回乐山吗，帅哥姐们？难道你们还希望你们的宝贝女儿回乐山吗？希不希望？不希望的扣一，希望的扣二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希望我再回到我伤心的地方的。希望我回到乐山的扣一，不希望的扣二，哦，不是希望的，不希望的扣一，希望的扣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是真正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的。哇，这么多叔叔阿姨都已经不想让我回乐山了哦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要听我干爹干妈们的话。扣一的就是不回乐山啊，帅哥姐们，扣二的就是回乐山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我回乐山的话，我没有地方可去，也没有地方，那个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，你们也知道的，很多地方都是想利用我啊，或者那种，哎呀，我也不想回到那种地方，知道吗？主要是我不想就是那样子，因为我可以去他们那里上班，但是呢，就是叫我去上班的那些人的地方那里去上班，但是呢，我去那里上班的话，所以给你们想一下，我带货呀，干嘛呀，多那样去带货的话，你看，是不是钱都是我干爹干妈包包里面掏出来的钱，对不对？那样的我是不是很心里面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所以呢，我想了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不可能回乐山，我也就回大凉山，然后我自己去创业，我自己去学习学习电商方面，然后我再给我家人们不花冤枉钱，然后也给我自己停收我自己的这个消费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好不好？你们说好不好？如果我也要回大凉山，然后我会慢慢慢慢的去学习学习电商，学习这个那个，多学一点，然后给我的干爹干妈们不还冤枉钱那种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回乐山的话，我也可以去，就是叫我去上班的那些地方上班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去那些地方上班的话，只会，去卖货啊，怎么怎么的，他们都是这样，他们都是想让我去卖货干嘛的，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干爹干妈去花冤枉钱，因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让我的干爹干妈去花冤枉钱，我应该让我干爹干妈们就是不花冤枉钱，所以呢，我会我自己去给我干爹干妈们那个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你们会支持我吗？会支持我吗？支不支持？支持的打个支持好不好？支持打个支持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不回乐山是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你们看一下我，对不对？我一次两次山西，我都已经完完全全走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再去山西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对的就扣个对，好不好？我不可能去受受去去，反正你们知道的，我不说你们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反正你们是我的干爹干妈，你们也能感觉得到阿紫的心里面这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会好好的努力，我会加油，好不好？只要我们做人做得对了，其实，做什么事都会越来越好的，对不对？做什么事都会越来越好的。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家人们，来支持阿紫的，能不能给阿紫加入一波粉丝团？而且我们一定要去加入我的这个群啊！所以给你们这个群，我看一下，这个阿紫真爱粉的群啊，阿紫真爱粉群，这个我看一下，我弄一下，我好像弄了什么？两个要求是一个是无要求，也无都没有要求的。只要有个灯牌就可以了，帅哥姐们，有灯牌的都可以加啊，有灯牌的都可以加。这个阿紫粉真爱粉丝群有灯牌的都可以加的啊，家人们，有灯牌的都可以加的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。谢
谢。而且我也不是不会设置你们多少多少级粉丝灯牌呀，怎么怎么的，我不会去那样子去设置，因为我觉得我家人们，只要有一两级灯牌，我觉得我家人们支持我的话，他们会一直给我点灯牌，对不对？不支持我的话，有多少级灯牌也没用，对不对？帅哥姐们，所以呢，我也不会去要求进一个群很多波灯牌那样的，我觉得我后面来的叔叔阿姨就进不了了。欢迎熊一群师队阿姨来到直播间，谢谢你们的点赞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家人们。跳舞吧，跳舞吗？跳舞，我要跳什么舞呢？帅哥姐们，点不亮就点这个爱心，家人们点这个爱心好不好？点这个爱心，家人们。谢谢，哇，我们站在一起点到40万了，站在一起点到40万了，开开心心跳支舞是吧？好，那我就给你们跳支舞好吗？我就给你们跳一支舞，跳一支什么舞？你们说我跳一支什么舞，家人们？你们说我跳一支什么舞？跳一支彝族舞呢，还是跳一支藏族舞呢，还是跳一支怎么说呢，什么舞呢？谢谢点赞，谢谢家人们。彝族舞是吧？彝族舞吗？我觉得我跳那个，平时我给你们跳的那个舞吧。我跳那个我在腊山的时候跳的那个舞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跳那个我在腊山的时候跳的那个舞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是吧？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直播间，然后八子点点赞赞。
有看过的。